把你挂的对应点也找好，对不对？这是要是吗？求是者，求测者。应爻是对象，另外的男人，这兄弟呢？竞争者。或者说他朋友也可以，是不是？ 父母爻呢，这是自己的是吗？自己父母，这个孩子就别说了，对不对？那对象别说孩子，这个应爻也是这个父母是对方父母。 看看这一卦啊，首先看，双方的个人条件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咱先得衡量一下这个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咱现在你问你首先问这个人怎么样，然后再问价格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是呀，这需要秀球，能力啊，怎么样？说的能力啊，不行，但是您平时准备是吗？会数啊，是不是？能学点会数。 能泡，但是呢，个人能力不行，家里也不行。哎，你看，对方呢？望相，咱们对方虽然不怎么很俊，但是好打扮一点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对方可能是实力要比他强，对不对？哎。
比他强。那么这是看一下这双方这俩比，虽然长相他也是长相一般，他呢长相也一般，但是他可能是要比他稍微强一点，对不对？战斗力，但是也不是特别俊。这个说明自身条件是比不过你有人又会。那么看家庭呢，他是水善简，这是坎宫，命之水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坎宫命之水，家庭可以，这些自身条件好，家庭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么对方临的是什么？善是艮卦，艮卦是得物过正，这家庭他俩都差不多，只不过男方稍微比女方能好一点，正因为说你个人条件不行，所以你家庭的条件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是，这样才能找着这样相当，是不是？说明什么？家庭是男方好一点，女方不如男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当地中说在个人条件，女方比男方差，所以你爷爷给你介绍对象，你也衡量这个，是不是？虽然这男的不太行，但是人家庭行。这个虽然女的行，但家庭不如男方，对不对？他有互补性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他这个父母什么意见呢？父母和站在他一样意见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他都听父母的，是不是？你女嘛是同一战壕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也可能他对象是父母跟着一块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看这卦能否成呢？能否成呢？首先，时而绣球，即使我生你，我是净生，我也不动生你，所以生不上。而且有关键，有这个爻，竞争者发动了。竞争者临的卦，家庭条件跟他差不多。都是一个卦，隔得近，对不对？临构辰，说明跟他俩也挺熟悉，而且发动主动追求他，对不对？这种小事是，所以这竞争者，因为人家咱俩都是一样的情况下，人家动起来，你没动起来，最后人还肯定是人家是，对不对？这个能不能成？不成，不成。他说：“这个竞争者可不可以看成是媒婆啊，媒人啊？介绍怎么能看媒人呢？媒人还能强？他是勾，再说是金爻，四阴里面是金爻，那是主格，他是主爱之神。哎，有媒人哪能是主爱呢？对呀、啊，这个金爻，他再找不是再找那个媒婆哈，起主导作用。现在这个媒人就是，咱俩介绍一下。”咱俩认识行也行不行啊？对不对？这就是这么香，人家发动可以倒下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关键是你的吗？绣球不受胜，对不对？绣球不受胜，这个静爻你很难，静爻要胜得俩比邻关系。对不对？这不比的呢？怎么联系啊？是不是？联系不上。但是人发动了就可以联系上。那盲目呢？啊？盲目。盲目的。不在关注他。客在客在。兄弟挂盲目，啊兄弟挂。挂盲目，都盲目怎么看着？客在怎么？客在也无所谓，到时候他这个意思我给你钱。啊，我拿钱来打你，是不是？关谷旁边那个盲目是什么意思？那有没有意义？什么意义？我特意写上，那没什么意义。
这个就是这个原先真正说明对象，原先还有一个，对不对？这内裤沉的阳洞，所以之前跟啥对象，原先还有一个，哎，还有一个备。那再有一个，之前有一个，你看他还不行，是不是？还得给他。你是要，关键你是要没有生客权，不受胜。是呀，应该你扶长了，应该。在哪扶呢？长这扶应该扶他去。扶谁去？应该扶他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是这样的，是那个。我就不写这，哎呀妈，没有用，这是没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再写个别的，你我事儿就多了。没有，就是主要给这个动变。是不是追求他女朋友那个男的，因为还有个女朋友？嗯，发现没？没发动啊，信息啊，这个暗动。啊，这有一个想，就是盲目暗动，想暗动是啥？说也有一个男的对他好，但是这个男的已经有了老婆或者有老婆了，还有女人，你像对，暗动，要不暗动无所谓，有这种像。啊，也曾经能，也是对他说过，是不是？而且能说会道的，你这样对他来也是个组织，暗动也对他也更是个组织，是不是？别说组织他不组织他，反正和你无缘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，这灌鬼暗中也是和他最后也还是不成。像比翼双飞，你要给这个虽然简卦，简就是别简，简呢困难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意见看上也不讨厌他，但是呢。你这个是不是你也静？你还是静爻，还连阴爻都静的出，主动，哎，不主动，不主动。你这官爻和这个你主动，对，再一个你不受损，这完了。他俩都静在这儿，他能成吗？不能成，是不是？联系不上。这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因为他绣球他不动。如果这卦啊，他妄想他俩不发动，这是有成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看上是，他俩是看上去双方没有反感，对不对？觉得还可以，就这么放着。但是双方都给你进了，是不是就拖了等？是不是？等了等，你这两个发动了，主动进攻，是不是？但是，他最后是和他无缘的相，这一比呀、啊，就比下去了，不是比翼双飞了，就把那比就是竞争，是不是？就说明有竞争，最后把你比下去了，秀一动是不是在竞争？对，比就是竞争啊，咱这卦名不就用上了吗？哎，所以这卦困难，因为有竞争者，竞争者发动了，就把你比下去了。是不是？张先生，测婚姻。未济，火水未济，
蒙卦，蒙的字呢，善水蒙。注，故成白泉清水。一混啊，通过未及挂名可以显示一个什么，他俩是什么形态。这是气质是不是？嗯，对。他什么状态？这是安东啊还是日喀？安东，安东啊。这是介于安日东安喀安东日喀之间的状态，是不是？虽然有点气风冲，但是连冲带克。但是这个爻动是泄的，有没有爻动胜呢？没有，基本上介于喀之间，是不是？看看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，他俩。这个财爻风冲什么象？空气在外面了。现在气不在家。已经在外面了。有可能是带着孩子走。因为说他财和子孙和这化子孙好，是不是？而这被计划就属于他俩现在水火不交。水火不交，不交找不到，找不着音信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跟他沟通，是不是？我俩沟通吗？水火，火水未济，这火在上面，水在下面，水往下走，火往上走，他俩不叫，是不是？根本都不跟他说，对不对？你都找不着人，这玩意儿。这是一个话还多，可能还有两个孩子，不是两个子孙，两个孩子，还有个孩子这儿扔到家，是不是？在二爻没有很小的留在家里，四爻没有很大的，对，那也可以看看。哪个跟哪个留走？跟哪个留走？大的是小的？小的留着吧，大的带去。小的带什么？啊，小的带去。还这么去带？重。都成了，都去了，都走人了。那个大的，那个旧的，旧的，大的，包着走人了。成这个在走。这是大的构成旧的，旧的就是老的。大的带走，大的留下，把那小儿带走，这是小儿跟着挂。是不是？一般的人都是带小儿，还带小儿。看那个摇尾。是不是？你构成吗？现在前不学了。
所以呢，这是一种象。那么他俩的婚姻将来有没有救呢？没救，还是靠你朦胧的床，反正我也不回家，你就这么拉倒。最后边只能是说，这是风冲吧，他冲那任何一方就完了。这个河是和你没有关系，和别人河。而且有两个，我认为那个有推动的，跟石国疫苗的石国也合了，跟那个月令的合也合了。主要是轮胎，这个行，就是轮胎，它是大合。也可以合了，和另一个有的吗？有孩子在一起。对对对。对他走也是和孩子在一起的项目。所以这个空，虽然不是真空，但要真空就死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是好的像联系不上的。现在临腾蛇是想方设法想找到，但是呢他绣球找不到，没有能力。对，你想这动介于暗动日破之间，你就是说想动动的能力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你动孩子能驾着，还能驾着往下去走吗？人不信。所以这个六冲就完了，就是和的事儿是吗？继承，他俩这婚姻肯定是，自从跑了天以后就完了。这五冲，这不是五冲吗？所以可以劝他，你有什么希望？是不是？自主出能不能要那个要用通过那法律啊什么，给他们判判什么？子孙他的官员结婚啊什么的，那肯定了，子孙是官员，官的。这个子孙是官员？不是，一定。官员都没上挂。你现在又没上挂，子孙就是这点官员。这俩根本不用判，官员都不用上挂，他俩就是拉倒。是，根本没上挂。官员哪有上挂？都不上挂。还用金冠吗？不用金冠，对不对？最后一点的这个离，什么叫做离呢？出乎了，我看到这个，那么十六月了，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吹牌。这能不能早上合适？合适的月份。
二月是卯，也冲二月，他也出痛了。这问题是啥呢？哎呀，后头我还行，没问题啊，你一年以后啊，是吧？啊，一年以后很正常。这不正常，这不是做他哪事儿？你看这做他哪事儿？他没有这个意思。在哪？哎，这不体会的东西啊！你们看，魏月呢？什么星？魏月星。丑月、戌月。出宫。不行。戌月我认为。你看。九月、八月。子不行，是不是？丑呢？也不行。丑木了嘛？不行。哎，又丑又木，丑跟劫呢？胃呢？对啊，合冲在合，啊，他那个还没结吧？财跟那个那个就是还没，这个还没出动，出动没动啊？这也没结，是不是？肾元呢？出工了没有？没哦，肾月出动了吧？肾月，嗯，对对对，肾月。看看，对，肾月行啊。肾月它出痛了，这个你们从肾子辰散合吧，和它和结冲。哦，为啥？哦，散合你看嘛。哦，这不叫肾月吗？哦，看看。嗯。这个卦是反。出现肾子辰散合，不就结了冲吗？嗯。你想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这还出空了吧？哎，这个关就是已经有答案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肾子辰散合以后，就是结了，也结了，他俩是合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上合，你这个合就让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结了这个合？你说是肾，其实就是肾原因。好了呀。好了，再是个月。啊，过来叫你。嗯。然后再看一个，对，肾元年。有点干净还是过。神的。你看这卦，能找着那么个字儿？你再看信不信？是不是？所以这种情况啊，我就叫你一个招，那哪行了，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对应，是不是？你看申金出现了作用，和这个日月见作用，哎，一看他俩能形成三合，还要出空，又结了他俩合，又还出空，还来结了他的冲，是不是？这一个字是我说一个，你得找一个字儿，能把他俩的俩毛病都解决，就是一个气。你面写直接一个，是不是？你未月直接，你直接冲，未结他出空，是不是？因为结他分合，是不是？最后一个甚至能解决。行，他想离的时候找不着他，他想离的时候找不着他，最后边他俩都能对着面，都能都改变状态了。婚姻他俩的双方都在改变状态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这个原态就是咱俩都是跟他扯的，也没完全离，反正就是分的。那么当他完全离是他俩你也离了我也离，都是改变状态，改变婚姻状态，对不对？改变了原来吗？那属于有名无实的婚姻状态，对不对？是这么回事吧？要是不解释这个申金这申月，那你就能看到它的出痛，看不到是几何的，就是卦啊，你必须得熟悉什么这些生克惯象，每一家都看到，所以这是原相，你必须打破了原相，还得注意什么，不但六合可以解合中，三合也可以解。不要忘了三合，三合解的力量还比六合还要大，对不对？这种把孩子都带进去了，去谈判了，
这子弹差不多，对不对？王小姐，是啊，刚相对象。可是我，这是问什么鸡毛成败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呢？我看见还能见面，还能对象，就说你看我多少能可大了能几个？有那样愣头的？择善贤，这卦成感应是不是？好比我。变成什么？得雷锤，得雷锤嫁妹子，又感应又得雷锤又嫁妹子是？谁嘛？我跟随你啊，嫁给谁就嫁出谁走啊？这妹妹跟着哥哥走啊，这个是妹妹，这是哥哥，怎么那么巧啊？错卦，那个错卦错蛋不用改过的啊，改过不一定对，这可不是错卦错蛋，这没错啊。
啊，一旦出现错话，那就是错话错了，改过来反而不正确。那条件是什么？你会排卦，排挺熟练是错了，那是什么一种偶然事件。你不会排卦排错那不算啊，那不是错话错了。亥酉未，啊，这个辰午，辰午申，可能不成。是要发动了，准备挺积极，为什么叫未来这个呢？是挺积极，挺关心，是不是？这是秋色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对方，这是什么？另外的男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谁构成？对他还是有点想法，但是这个男的有老婆，是不是？这里有女人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直临，直这个日见，说明什么？还有点权儿。那有点名嘛，哎，这是谁呀？世爻的父母。这是应爻和父母，应爻的父母和父母在一起，说明一见一致，是不是？哎，对方父母。你把这些啊都排上去，这是兄弟是吗？竞争者是吧？或者是朋友？这个子孙爻你不用看，不用看这叫孩子，现在没写这个孩子，对。看，咱把演员啊都弄上，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演员啊，咱把演员配上，现在就开始唱戏了。其实这一卦就是一台戏。你呀，就是一个什么导演，你把这戏啊导演好。这个谁呀、啊？谁是什么角色？谁是什么角色？最后一块，这个是一部爱情戏，是不是？嗯、首先看双方个人素质怎么样呢？应爻也是暗动，是不是？暗动。是吧，东是啊，哎，那么应爻旺不旺相？旺相，说明什么？长相一般，是不是？但是可能有文化，也可能什么，个人挺老成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而且爻位还正临青龙，挺正直，挺稳重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呢，就是什么，老实，就稳重，是不是？老成。一排正气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定能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对方的家庭条件呢，是对卦，临这个进旺相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对不对？能力也行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看自己这方，直月见，长眼。比这男人要强一点，他直嘛，对不对？你土稍微丑点，这我进来比你俊点，我直，说明这女的有条件比俊，是不是？那么家庭情况，这是得善贤艮卦，这五卦家庭也不错，对不对？这真是良配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上面的个人素质差不多。只不过是这男的家庭比女稍微好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个这样说，咱俩条件都差不多。这个父母什么意见？他这父母动了，准备父母意见也和他一样，父母生他也支持他，父母和他俩是比合，比合是什么？基本上同意了，通过，是不是？他呢？他俩相生，感觉也是什么感应，有感应的，这俩先感觉也挺好，是不是？感觉挺
你看他话回头声挺来劲儿，像主动道歉啊，他要发动了，明动，表示什么？示爱比较明显，是不是？继文说，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，哎，所以他才来求车。他要是不想成啊，他根本不要车，这怎么拉倒得了？是不是？他是想着看着对方才来测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对方暗动来生的，他不知道人的想法。其实对方心里更急切，心里想着暗动想，但是呢，表面上做的挺稳定。为什么父母要很特殊啊？表面还显得什么挺稳重的，不急。其实内心就像被兔子抓，被猫抓，是不是？还挺急切，像马一样，喂马喝，像马马上跑到他身边。对不对？说明这个男方也是什么，也是内心急，表面挺好像不急，内心急的，都暗，这个暗动是明动。那么这一卦它有联系，这种和。带不到代表被合住了，不代表是不是合动了，反而更加力，不是被别人合走了，不行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没有其他人，这个虽然有追求他，但是他一个什么计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没有用，哎，因为你这个层次虽然是B层次，但是你没动是也没有和他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他俩能不成啊？顺理成章。哎呀，要是车轨越战挂得好，是不是？父母也支持，双方父母都同意。这个父母也挺看重这一份，是不是？家庭也挺好，双方感情一看还折在弦。那么这说，这个妹妹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走啊。”是吧？这得谁？谁话就是嫁妹子。哎，要出嫁了。这女就说：“大妹子，我今天要出嫁了。”最后人这一家说林青龙就要房子就要喜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种消息出来，真是喜庆了。家里正好他家粉丝一心，是不是？把房子打新了，新房，这是洞房啊，洞房花烛夜。双方父母，啊，双方父母意见也没有意见，也没有什么强有力阻碍。这兄弟，你看看，他竞是不是竞争者也不是太有力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这一卦，所以呢，这卦是。什么钱能好能成呢？十一月。嗯。十一月。你别按日推，按月推，这事情往下呢，这不可能大月就成，就太好了。是你有呢？一月。能不能行？你们没有盘不能怪，是不是？徐呢？印象也不是明显，是不是？亥呢？没有的，十二月。怎么样？子月呢？可以的。子月，你看看，你好，你不是合是吧？我子午一冲，解合，对不对？改变动状态，现在动态。好，我这子。申子辰。这不用申子辰这样想。哦。所以在子是不是？那这俩是不是都得改变状态啊？是。所以在十一月。是。经过几个月的，交税。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，这基本上四个月。
较快的吃。可以肯定能尝试。这边基本就定出来，起码不结婚也订婚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话，徐老师可以这样另外的看法。应爻不是代表女方吗？那其实这个应爻是代表女吗？谁帮应爻的？不是应爻。男方，男方，王小姐，王小姐，那你人家分清楚，男女，你说现在分清够女吗？就是结论，这块有没有再不明白？明白了，你看，就这种解析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深入。啊，这两卦你看都是婚姻卦，哎，也难得占卦命。其实，在断婚姻呢，还有个技巧，就是说谁来测，往往是谁想成，是把握不到地方。倒是不想成的人呢，哈，就是未婚，一般不懂，我就得了。还有一种说，可能是两可之间，自己觉得，还有这有两个对象，不知道选哪个，跟他俩好，跟他俩好，对不对？两可之间，这种情况也有。还有一种情况是谈了一段时间，有点感觉，但是呢，还没发现点问题，觉得跟俩能不能走到一起，是不是？像如果跟他俩离吧，还觉得这么多感情了，或者。他觉得有段时候还有一些条件，他是难以取舍。如果是肯定是看不上了，不能再测，对不对？他一点感觉没有，他不能测，肯定还是有点感觉，有点什么牵扯，还是想要两可之间。像这种情况，明显是想成，所以这卦哈，这卦象你得根据什么？这个五行圣克去理解，好了。